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棋子艺术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盘啊，虽然不是重大的比赛的棋，但是呢，却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棋局啊。这是出现在2008年这个围甲联赛中的一盘棋啊。对阵的双方呢是，当时云南的丁伟对阵四川队的李杰啊。出现的一个场面，我们来看一下。棋局呢一下子刚进入了这个中盘啊，这个状态。白棋呢刚才是对黑棋猛攻啊，那么获得了先手以后呢，就点入啊，这个就点入。这个当然是对于上面这个拆二来说。黑棋是危在旦夕，甚至于来说呢，可能呢，已经是死了啊。不过这个呢，白棋是其实呢，操之过急啊，操之这个棋呢，应该先冷静的先并一个，然后再就跳一跳啊，先把注意一下自己，加强一下自身。这个地方黑棋如果去活呢，啊，这个白棋马上呢。可以反过来攻击这条黑龙，黑的大龙，这样呢，肯定说是一个不错的局面啊，不错的局面。那么这时候呢，定位稍微啊有一点这个激动啊，可以说只是盯着这个黑棋的死活啊，没有注意到呢自身的毛病。在这个黑棋啊，也是被白棋呢逼上梁山啊。要是如果说这个被杀了的话，这个空呢肯定是不够的啊，空的。那么黑棋趁着这个时候一拐，抓住了白棋的这个形状的这个弱点。这时候呢，白棋突然发现不对劲啊，不对劲了。那么这个一下子来不及了。本来这个是先手，但是现在来不及，因为你走这个的话，那这个一条要被冲断了的话呢，这个白棋显然不行啊，这个上面死了也不行，而且断了以后，这个下面也没活，这样呢，这个白棋啊，这下走不到了，走不到，那么就只能使用这个尖的联络方法，但是本身这个是很苦的。这个一下子可以说这个白棋呀，这个进入了非常这个辛苦的啊桎梏，而黑棋呢，马上呢展开了这个猛烈的攻击，挤，然后再打吃。白棋呢也不肯被他提得太干净啊，先尝一下。那么黑棋就贴啊，黑棋只要把这个一跑出来，这样呢，这个白棋啊，不但这里啊，这条大龙危在旦夕，至少黑棋通过攻击先把这边大空啊都可以这个围起来，这个可以说呢，现在是黑棋非常积极主动的这个局面。那么接下来呢？白棋搬啊，继续顽强，这个不能被他吃得太干净。如果说你就是粘上，那么这个被他一舒服的一吃掉啊，这个全部成空了，你还得后手做活。那么黑棋在这里折腾几下啊，获取一些便宜就够了啊。即使被你吃了，这个黑棋这边打空也非常大，所以白棋啊，现在任务很艰巨，现在搬这个，这里要做活，同时呢，也力争不让这个。黑棋啊，这个右边啊吃得太干净，总说呢要给黑棋啊制造一点麻烦。那么呢，现在打吃，黑棋打吃。接下来这步呢，这个黑棋呢，首先呢，这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啊，这个是要逃跑是吧？逃跑呢，这个看得见的这一虎就连上了啊。这个断点也补了，把和这里的联络呢也连上了，但这个棋呢，是不是呢是个大扼手啊？
这个这时候李杰如果哎能冷静的粘上的话呢，这个棋多半呢这个白棋啊难，就是说不行了啊。这个因为这里是这个地方并没有断点，白棋拐这个的时候呢，黑棋可以靠啊。那么白棋粘上呢，黑棋就拴。白棋最关键的是他这个走不到了，这个拐头走不到了。本来走到这个拐头呢，这个还行，但是呢，现在拐的时候呢，黑棋呢就可以从后面冲，这样呢，这个拐头走不到了，就是这个先手走不到，你什么时候你都走不到了。只要我粘上的时候，你现在拐也不行，那我呢也是从后面一冲，就本来这个是绝对先手的，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走不到了，走不到的话呢，那么这个粘就成立。如果白棋只能粘的话呢，这个黑棋就随便啊走一手就行，补一手啊。这个大龙本身就不好活，而且这个外面也损失场，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呢应该是这个黑棋啊基本上还是可以说是能够呢获胜的。不过呢可能李杰呢没有注意到啊，白棋已经交换不到了，以为总是白棋的先手，那么他虎这个看上去呢联络的更清楚啊，联络的更清楚。不过呢被白棋这一扑以后呢，白棋这个断点呢就先手连上了啊，这个区别也还是挺大的。那么这个先手连上以后呢，情况呢就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哎，这时候白棋这些先手终于能走着了啊，这个终于能走到了。这样呢黑棋就只有粘，白棋哎把这个该得到的先手终于抢到了以后啊，然后呢再一虎。这个一贴啊，这样呢白棋啊基本上呢是可以活了啊，可以活了。这个等于是这里已经有了一只眼啊，这里已经就是说呢有了一个眼，是吧？那么这个地方由于打吃完了以后呢，这里还有个眼，是吧？那么基本上呢这个就活了。但是呢活了啊，这个是也是这个并不是说就赢了，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如果这边不都被黑棋围上的话，这个实地肯定是不够的，所以白棋呢这时候依然需要啊奋力去拼搏靠啊，还想在这边出棋。那么黑棋一冲来搜刮它，这样这里的眼没了，不过白棋呢一小尖，这个倒是啊活了。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打吃到了啊，那么就是说你如果破这个眼，是吧，那么这个局部呢最简单的弯一个啊，这个是活棋。当你冲的时候呢就一虎，虽然活的这个是委屈一点啊，但是呢毕竟是活了。不过活呢是虽然是活了啊，那么但是这边的战斗依然非常的复杂。但还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啊，就是说白棋这个打吃要是先手，这里才有一个后手，如果打吃是后手，那么黑棋就可以直接杀白棋。你打这个的话，我把这个走掉，这个看上去好像不太可能，但是呢随着棋局的变化啊，大家要记住这个。也就是说呢黑棋在这些变化里面，哎，这个粘是一个先手，在这边作战的过程中，白棋的这个打呢是不能轻易的呢利用的。那么然后呢黑棋吃，干脆啊这个把白棋呢也给走中，这场这个黑棋呢走的也很顽强。那么战斗可以说呢是越来越复杂啊，又从这边转到了这边。这个白棋呢这个依然呢还是
可以说是处于一个这个有点苦战的意思。那么白旗靠黑旗呢就贴，这个白旗死了也得粘上，这个只有粘上以后这个气出来了才有借用。那么黑旗就一飞，先吃掉这七颗子啊，六颗子再说。那么白旗当然是冲啊，这个不好了他也就干脆不救，然后贴白旗呢仓，黑旗干脆呢就搬了虎，把这里吃干净，你只能虎住他要打吃，那么粘上，粘上黑棋呢再靠出来呢进行作战。这个已经吃掉很多了啊，这个地方呢依然是战斗，就是说谁攻谁，甚至于来说呢都说不清啊，可能还是黑棋相对白比白棋呢更加有利的位置啊，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现在呢我们说一下黑棋呢这个要小心啊，这个现在这个杀这个还不成熟啊，不成立。不成立就是什么呢，这个走到这啊，白棋这个打吃啊还是先手啊，你不能杀，你不能杀这个，这个一提哎好像黑棋可以粘上。这个地方白棋由于情况发生的变化，这个白棋呢似乎呢要死啊，要死，但是如果黑棋这样呢就中了白棋的计了啊。这个白棋呢他注意，大家注意的时候，当你冲的时候白棋不要去提这个子就行了。白棋可以不提这个，白棋可以什么呢，他吃在这里，这个呢就活了啊，这个就活了。这个是白棋给黑棋留下的一个可以说小小的陷阱吧。那你再这样呢就出棋啊，这样出棋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黑棋想杀这个大龙呢是不成立啊，不成立。不过暂时尽管不成立，但是因为有这个收出，现在这个靠出来以后，白棋依然呢是非常的困难，局面非常的困难。如果搬，那么顺手一走啊，顺手一退，这块棋这怎么办啊？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下了。如果是简简单单的走啊，由于这里是后手，那么再一搬下去，这里损失已经很大了，这块棋还得逃，还得逃。这个呢就是不好办啊，这不好办。那么啊，丁伟虽然啊这个由于开始的这个一招不慎啊，被黑棋抓住机会啊，对白棋大龙发动猛攻以后呢，白棋就是可以说是一直陷入了苦战啊。虽然黑棋错过了一个机会啊，但是呢白棋把局面搞得很乱，不过依然呢还是非常困难的。不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丁伟呢就是说呢这个他擅长这个战斗的能力啊就充分体现，得到了体现发挥。他走了一条啊谁都没有想到的啊一条路，这个可以说呢是非常的这个精彩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棋局。我们刚才说过啊，这块棋需要这个打吃的这个先手才能够做活啊。但是丁伟现在看到这个局面这个实在是不利，那么他下出了比较惊人的手段，吃，从这里吃出来，这个实在是有点这个完全是令人没想到的。那么张，注意这个走了以后啊，你这个有可这块棋给走死了啊，走死了，就没有这个打的先手，这个局部就
就以后被人家一走你就死了，本来是活起走死了。但是这个时候丁伟似乎就是嗅觉啊，他感觉到呢这块棋不一定不能死，就这块棋非常非常的大啊，这个但是呢即使死了啊也是可以考虑的啊，这个是很多人是根本就不可能考虑想得到想得到的啊，这个看上去太长了，而且别的地方这个棋盘都进入后半盘了还在砌这么大的大龙，这个实在是就是说这个思路啊就是说非常的这个难得啊，这个也是棋局啊进入了这个最精彩之处啊，这个确实是一般人啊常人是难以想得到的啊，先把这条大龙给走死然后再战斗。我们来看看那么走完以后他是些什么目的呢，先爬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跳啊，跳黑棋呢当然粘上啊，这黑棋反正走得很稳健，但是李杰先生这不是欠块死棋吗，你这里还有什么好折腾的，那么搬，这时候呢当你搬的时候黑白棋呢就打，这个已经开始搅乱这个局面了。好，那么黑棋呢走得很稳健啊，就冷静的补。你贴这个，那么黑棋呢也不入。然后，其实按道理来说，白棋走半天也没什么棋啊，那这块棋你还是得活，你就算活一个黑棋，还是补一个这个啊，或者就是补这个，这个等于白棋什么都没走。什么事情都没干，这个只是普通的思路啊，甚至于黑棋还有可能补到外面，但这时候丁伟呢长，这个就准备这个弃掉啊，那么长了以后这个李杰呢说实话啊没有忍得住这么大的诱惑，一般大龙死了，确实啊面对这么大的一块棋的这个诱惑、啊、这个是一般人很难的啊，这个肯定很这个激动的急切的这个心情把它去吃掉啊，吃掉以后基本上还很少就是还去判断形势啊，本身这个棋呢也是一个快棋啊，这个那么这样呢李杰毫不犹豫的吃掉。其实啊就冷静的就事后而论，这个棋呢黑棋啊这个实际上是一步大昏招啊，这个杀这条大龙实际上是大昏招，这个棋呢黑棋还是冷静的硬一个补一个就是度过啊，这样白棋在这里呢虽然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啊，虽然搞了一通绕了一圈，这个呢并没有实质性的收获，黑棋就冷静的跟着硬啊，不受这个大龙的诱惑，那么白棋实际上此时到头呢还得走这个，那么黑棋走在这啊，这个跟这一串呢实际上是白棋呢也没有任何的便宜，这样应该还是黑棋呢比较这个主动的局面啊，非常主动的局面，这个等于是白棋活的啊还是非常的这个苦，这样黑棋啊目数以后也很多，还是这个黑棋主动局。这是话说回来啊，不过在当时这个目前情况下很难有人啊能够抵挡住这么大的诱惑，这个这么一条大龙啊，吃条大龙啊，杀大龙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人家送死送到我的嘴里焉有不吃之理啊，所以李杰呢这个基本上也是毫无就是说呢防备的啊，吃掉这个白棋这块大龙，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吃掉呢
不是啊，这我们眼见的，这个眼睛看到了这个这么大。而这里，白棋在冷静的一张。实际上，再仔细看看这边啊，这个地方也挺大的啊，因为一白一黑加起来，本来你吃我，我吃你，一加起来也有不少个子啊，目数也不小。当然似乎还是没有这个大，是吧？当然呢，但是这个粘了以后，由于注意啊，黑棋这几个子死了，那么白棋呢，把这个外面呢就自然而然就变厚了，那么这块棋的处境就完全呢不一样了啊。刚才由于这个白棋没活，黑棋还是比较主动，现在这个白棋一活呢，这里的黑棋这个角啊就有可能就顺带就被白棋呢这个要吃进去，就如果这块再加上这块的话，就不一定比这块小啊。这个棋啊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进行。而且同时在吃这块的同时，注意白棋以后还有呢让黑棋收气的手段。好，那么白棋吃后以后，黑棋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等你再搬的时候，白棋一长，这个黑棋啊不敢用强了啊。以后这个地方黑棋啊，那么呢不敢粘了。如果粘呢，白棋就度过。这个好像由于这个戟啊是先手，这里这个戟啊这个戟都有些先手味道，这个。所以呢黑棋看不知道能不能活，只能退而其次呢顶。那么白棋先立一下啊，这个也是打个将获取这个时间。那么打完这个将以后呢，再粘上。这个本身也是有目的的啊，同时呢这个利用这个时间思考啊。那么走到这里以后呢，白棋冲，这样的话呢这个黑棋呢不得不呢又把这个角丢掉了啊。这一块两块，哎，这个至少可以算个半块，实际上呢也有两块半啊。这里发生了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白棋呢这时候呢逐渐的呢已经看清楚这个形势了，现在应该来说白棋呢是已经转入了这个优势啊，优势弃掉这个大龙以后啊，活大龙输了啊，这个弃掉大龙以后呢这个赢了。那么黑棋打白棋就小尖啊，这里让你活一些，把这些子呢我都给吃下来。那么你要搬啊，这里白棋呢就不能再用强啊，没有再用强，这里有很多余位，白棋现在走的呢反而是小心翼翼并卒。黑棋搬，白棋老老实实的团住，黑棋一胡啊，这个确实呢局部呢就是说是进活了。不过进活了呢，这个白棋之所以啊这么相对来说这么温柔进活了的话呢，那么它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要把这个粘上。那么这个再一粘上以后，大家可以发现了黑棋这块棋也只有一个眼，哎，这个。当然黑棋的气势比白棋长很多，但是呢你以后总是呢要收气吃白棋。那么收气吃呢，虽然收不了几气棋，但是呢每收一气棋啊，这个就亏损呢总是在的。那么这样呢白棋啊已经呢可以说是确立了这个胜势啊，确立了这个胜势。黑棋已经就是说呢醒悟的时候为时已晚啊。我想这个粘上的时候李杰应该是这个是醒悟过来啊。如果是吃了这个觉得是赢定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应该醒悟了。那么
这个棋呢已经是回天无力了啊，这个贪吃的这个恶果啊，这个终于体现出来。那么我粘上以后啊，由于又接下来呢要产生很多的这个先手借用，这个黑棋啊还是比较这个痛苦的。那么这个粘了以后呢，黑棋这里啊先尝一下，这个白棋呢就啊机敏的把这些赶快把这些先手走掉，哎，这个棋很舒服。那么呢，你得这个粘上，然后白棋再挤，这个简单的定型，我们给大家摆一摆啊。走完以后呢，这个贴住，贴住这个地方，靠没有用啊，靠一个白棋可以直接从这里断，这个黑棋也只能呢小尖。再见一个白棋就老老实实的啊，老老实实的这个避，老老实实的这个避一个啊。然后呢，黑棋又跑到这个，你看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复杂，只能呢又补了一个。还补了一个，这个地方呢，不补的话呢也挺讨厌啊，这个也差好多气，因为这个白棋呢，这个团呢还有先手啊，那么再呢一走的话，这个气啊还很讨厌啊，因为这里气逐渐的被紧住了，所以呢又补了一手。这个虽然这个不一定非要补，但是实际上呢也是有这个目数，也有不少的目数，不然呢被白棋走了以后要多收好多气，这个也是讨厌的事情。那么黑棋呢，白棋再一补，白棋也老老实实都补住，这个呢等于是棋也是先手是吧，这个可以看作这个样。那么呢这样呢几乎呢这个白棋呢这空里面呢就不可能呢再有棋了啊。那么你接下来呢爬一个试一下，那么他就跟着应，那么黑棋一看呢也没什么了，只有是这个是最大的关子了，白棋提，然后黑棋呢搬一下，白棋就挤掉啊，然后断掉，黑棋吃啊，这个最后呢也下也收出完了啊，收出完了，反正这块棋呢最后哗全被黑棋抓起来了啊，也收通过收气啊提掉。看上去呢这个白棋似乎没吃黑棋多少东西啊，这个但是实际上呢，黑棋吃了这条大龙以后，被白棋啊这个处处得利啊，这个白棋呢这个已经呢是获胜了，而且赢得还是非常的这个多啊，赢了白棋赢了五又四分之一子，按照中国的规则等于就是说是十目半啊，这个是往这个是黑棋啊都想都没想到的，还输吃掉一块大龙还输这么多啊，这个确实是非常漂亮的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丁伟在逆境的情况下呢，这个搅局啊战斗的能力呢还是非常的强，而能够想到把这么大一条大龙给弃掉，这个有了这个思路，我觉得呢他赢下这盘棋呢也是呢当之无愧的啊，确实是非常精彩的棋子之局。好的，今天的棋局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